哥哥，你来了，你又想我啊？别装了，你为什么应聘盛世集团总经理助理？你接近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哥哥，你怎么了？你今天你是想调查白曼婷的身份？他这么快就知道了吗？哥哥，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别装了，你的身份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知道了。你的身份是港辰天药集团 CEO 霍天耀的养女。你应聘盛世集团总经理助理的职位，是为了探听我集团的情报，对吧？盛世集团最近有一个新能源的项目，港辰天药集团就很感兴趣。还不说实话吗？你接近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打听我盛世集团的情报吗？哥哥，你这句话说的可不对啊！我接近你的唯一目的，是想让你娶我。难道哥哥不爱我了？哥哥，弄疼我了！哥哥，你别急嘛，我先去趟洗手间啊。爱你。老乡，老乡。还没有替哥哥查明真相，你一定要冷静。宋一晨目前只是以为你是商业间谍，他不知道你是来调查真相的。当初白曼婷偷你哥哥的事，给宋一晨的母亲。所以你了解这种，替哥哥找到证据，揭露白曼婷的仇恶罪名，一定要让白曼婷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你干什么？你有病啊！我有病，是我有病还是你有病？宋凌晨，你脑袋是问门子的呀？白曼婷她都出轨了，你还要娶她？她下通知她担任盛世集团的人事部主管。宋凌晨，你是不是下降头了呀？脑袋不太清醒。那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宋凌晨，你以为我想管你这个破事儿啊？要不是因为我是你发小，我不想看你太丢脸。因为我气死我了，宋凌晨！气死我了！这个家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啊？受不了了！我一定不能让你好过。
一定不能。啊，任姐，我都快被气死了。那宋凌晨，对，行。哎，那早说好了，到时候你一定要回国参加宋凌晨侄子宋子妍的生日宴会。这其实呢，也是他大哥一家回国定居的接风宴。行，那到时候咱们见不见啊？拜拜。宋凌晨，我还治不了你呢。来人，干嘛呢？陈岩，你吓死我了！鬼鬼祟祟躲在这儿，你谁打电话呀？我跟你说啊，算了，先不告诉你。不说算了，我走了。嗯，李岩呀，宋凌晨侄子宋子年要回国了，到时候呢，宋家会给他们办一个接风宴，宋家所有人都会来参加。我这是家宴，我去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到时候江城所有有头有脸的都会来参加，而且我去看呢。哎，你别犹豫了，你就跟我一块去嘛，他会来接你啊，没有时间。那行吧，嗯，那我去忙了啊。嗯。你回来了。嗯。你头痛了？我帮你来按摩一下吧。我刚才看到雅柔出去了，好像挺生气的，怎么了？你们聊得不开心吗？别跟我提他，提到他我就来气。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跟个小孩一样，不跟着这发小脾气。哥哥，你不喜欢雅柔这个小朋友，那你喜不喜欢我？我可乖了。好了，哥哥，别生气了。我嘴唇甜不甜？你这个小妖精，让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Never the right time. We could change things now, but this isn't the right. It's never the right tim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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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这个陈助理也真是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了。你话都还没有说完，他就走了。你闹够了没有？算了，你把头巾让给我吧，我空着吃。我还有些别的事情，我先出去。风声过去了，回国一趟，我有事安排走。我是来调查真相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难过。只要能够揭露白曼婷的真面目，只要能和猫哥哥复仇，我做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你在干什么？哥哥，你怎么来了？我就过来洗了把脸，我没事的。哥哥，我就是看不惯白曼婷那么靠近你。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但我就是很难过。哥，你别为难，我一定会调整我自己的，我一定不会再。你的债主他别过来。哎，粗鲁，想知道我是谁？跟我走啊，我就告诉你。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这个混蛋，我要报警。别动，乱动的话弄死你。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个人呢，很讲道理的。徐强峰你认识吧？他是我的人。我听道上的人说，是你买凶杀了他呀。你不用着急否认，既然我来找你，自然是有证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就是这句话。你说，现在我的人死了，我这个当大哥的应该干点什么？白小姐，白小姐，我听说你很有钱，我想为我的小弟要一笔抚恤金，20万，不多吧？不，不多。爽快。我相信这20万对于白小姐来说不算什么。哦，白小姐，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我呢，只是想给我讨一个养老的钱。等我老了，我还等着这帮兄弟给我养老呢。现在死了一个，
我只能处死夏泽。哼，不就是想要钱吗？还养老？徐强峰的年龄比你还大，给他养老才好。就算他还活着，也保不齐比你先走。这个是我的卡号，白小姐，三天之内务必到账。至于我手上的证据嘛，三天之内我尽数销毁。都是跑江湖的，我这个人最讲信用，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咱们就这么确定了。白小姐日理万机的，我就不多留你了，请吧。还真是个犹豫，我都有些心动，只可惜这个女人太狠，懂得借刀杀人，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身边。你回来了，这么晚才回来，辛苦你了。我今天晚上公司还有一些事情，我得出去一趟。对了，你刚刚是有什么话要说吗？没事了，你去忙吧。好。你要是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早点休息啊，注意身体啊。我的给你追加三十万。三天之内一共五十万的我已经有，我要你毁一个人的命。好，你把信息发给我。我要毁了你，我看看到时候你还怎么勾引宋明之。Don't act so special. What I do is not for you. 哥，你真的来了？哥想死你了！快点！With you running in circles and running, get your paws off my Dolce & Gabbana. 要是白曼婷那颗肾是假的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娶她了。傻瓜，哥哥，我说真的，你想啊，这古代的时候就有真假太子。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觉得宋伯母那颗肾有可能不是你未婚妻，说不定就是别人的。别胡闹，曼婷付出的已经够多。哥哥，我就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嘛。胡闹？我可没有胡闹，伯母身上的肾就是我哥哥。白曼婷她就是个贼，偷了我哥哥的心不满足，还偷了他的肾，我一定会为哥哥讨回公道的。哥哥，我才是最好的，就让我来服侍你吧。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没有功夫陪你玩这些，等我心情好了再说。你把头撞过来，
你是谁？你是谁？你怎么会在这儿？白曼婷，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而且，我认识你好久了。我就是废物医生黄林松的弟弟，黄远川。你是黄林松的弟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做这些，你就不好告诉你哥？告诉我哥？<笑>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在这儿？为什么你在这儿？<笑>为什么？我亲手把他杀了。<笑>很意外吗？白小姐。 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让着他，好吃的先让他吃，好看的女人也他先拿上，凭什么？就因为我比他晚出生一分钟？<笑>我不甘心，所以我杀了他。<笑> 放开我！我喘不上气了。你想跑？好啊，我可以放你走。可是，你和我哥的那些事儿，我可全都知道。你究竟要干什么？想干什么？我想继承我哥的一切。 包括你，我的医术比我哥高明，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一点不如的。不信，我让你见识见识。进来，哥，找我。 哥，这些都是嫂子的资料，你把她的资料给我。是啊，我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查清楚这些资料的真假。我要得到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要知道我母亲生前的那个事。是什么？哥，你让我调查这件事，你怀疑嫂子，可是这可只是让你确定一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去查清楚就好了，其他的不用管。 好，那我去办。我接受你的答案。哥哥，人家用了这么大的力气。 哥哥，你说你就不能对我温柔吗？怎么，还想要？这是在办公室，你就不能正经一点吗？不正经？你刚才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不是吧？现在，你也在干什么？你大喊大叫干什么呀？你现在进来连门都不敲一下的是吗？ 你现在要这样羞你，我知道了。小柔，别生气。雨辰呀，从小到大不都是这个样子。宋云晨，宋云姐很爱你的，看起来不气。小月，你回国了。韵姐可是我喊回来的，小何是你知道的。 你别听他胡说，大家都一家即将回国举办宴会，所以我就回来了。好久没有见大哥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忘了我。大哥怎么可能把你给忘记？只是你这一次回国，只是因为来看大哥的。
我这次回来当然是为了看你了呀，我们不也好久没见了吗？云姐，我就说他真傻吧，他说真傻是什么？好一点的。韵姐，你到底是帮谁的忙啊？你忘了谁一大早去接你？韵姐，韵姐，我在这儿。英姐，英姐，我在这儿。啊，英姐，你总算回来了！这么多年，我可想你了。我也想你啊，小丫头。姐，你在国外待的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啊？国内国外呀、啊，我觉得都一样。有时候国外还比不上国内呢。那都一样的话，想读博吧。这个嘛，以后再说吧。行吧，那我们回公司吧。走吧。当然没有忘呀。你俩都是一大早就接我了。小韵啊，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回国，要知道的话，打算就是我去接你了。我知道。看来我们来的不太是时候，宋总正在忙。雅柔，我们走吧。小韵，宋总。小月，雅柔，雅柔，是你啊，孙岩，走路没声音啊，吓我跳。是我走路没声音，还是你想得太入神了？刚刚叫了你好几遍。雅柔啊，刚才那个女生长得好漂亮，她是谁啊？我看宋凌晨。看见他很紧张的样子啊，他能不紧张吗？那可是柳韵，我宋凌晨、柳韵从小一起玩到大，可以说柳韵是宋凌晨青梅竹马的白月光。见到喜欢的人，他能不紧张吗？柳韵，他是宋凌晨的白月光，原来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喜欢的人啊，他可从来都没有说过。刚刚竟然还把我推开。孙岩，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我把宋凌晨的白月光叫过来，到时候我要看看那个白曼婷还能不能维持他的虚伪局面。嗯，孙岩，嗯，我先不说了，我先去看看宋凌晨在干嘛。紫嫣一家宴会的时候我来接你，那才是真正好戏的开始，你可千万别错过啊。呀，雅柔，你说这里这么多人，我又不认识，有点尴尬。哎呀，算了啊，我回加班了。啊，走什么走啊？来都来了，跟我来。雅柔，我都说我不来不来了。放心吧，我又不能把你吃了。谁啊？嗨，这么久才来。这不是带了一个朋友吗？他有点放开。他？我好像见过。你见过呀，他是宋凌晨的助理，之前在办公室的时候见过。他也是我朋友，所以带过来认识一下。刘总你好，我叫曾岩。我听雅柔说你之前在海外求学的时候自己创办了公司，还跟国企有合作，真是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运气好罢了，既然你是雅柔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不用刘总刘总的叫，怪生分的。你跟雅柔一样叫姐就好。那我就叫你韵姐。嗯，刘氏家族实力很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也许能够借用柳玉的力量，一举揭穿白婉婷。陈家人，你是不是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来这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忘了哥哥被割肾之后垂死挣扎的模样？你一定要搜集证据，你一定要揭露白曼天真正的面目，你一定要为他付出代价。为了哥哥，一切都是值得的。蔡佳言，你一定不能动真感情。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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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糟了，苏凌晨怎么来了？他什么时候到的？他有没有听见我姐妹说的话？又伤害自己？要你管啊！你去找你的白月光好了。雅柔都告诉你了，敢做不敢让别人说，是吧？你都有白月光了，你还来招惹我干什么？怎么追不上你的白月光，就过来找我呗？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宋凌晨，你就是个死渣男。那你还说我？好啦，我也不是怪你，我这不是。宋夫人几年不见，依旧是那么美丽有气质。是呀，宋夫人怎么保养的？能不能教教我们呀？诸位过奖了，过奖了。那真是小丑才有的。诸位，这位是宋阿姨，我来看你来了。你是小月。小云，真的是你呀、啊！你从国外回来了？是啊，宋阿姨，我回来了，我想死你了。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诸位来宾，诸位贵客，我向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柳家的大小姐，她叫柳韵。她在五年前呀，一个人到国外去留学，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她没有依靠父母的帮助，自己成立了生物医药集团，而且她这个公司内部的技术已经跟国家的医药行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原来这就是柳家大小姐啊，不仅人美，还能一手创建公司，可真厉害啊。多谢各位夸奖，各位前辈太爱了。其实啊，小云从小我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来看待，她这个许久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呀，我有点情不自禁了，所以刚才呀有些失态的地方，大家请多海涵。哎呦，这么热闹啊！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哎呦，这么热闹啊！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凌晨，怎么样了？人接到了吗？哎，来来来来来来，妈，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这是子妍吧？子妍，叫奶奶。奶奶，哎，真乖。这位是宋伯父，他叫岑岩，是我的朋友。你是小月？小月啊，你回来了，就这么多年，都长这么大了。哎，你看小月啊，这子妍和你的朋友还挺亲近的啊。伯父，岑岩也是我的朋友。啊啊，对对对对对，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见过伯父，见过大哥大嫂。啊，哎，小韵，小韵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林一姐，你才漂亮呢。
保养的这么好，小脸蛋啊，水水嫩嫩的，我都想捏一捏。真的假的？可不许骗我。当然是真的。骗谁呀？也不能骗林一姐。待会儿宴会结束了，别走。咱们俩这么多年没见了，可得好好聊聊。哎呀，林一姐，你是不是忘了我了？雅柔，怎么能忘了你呢？我对你印象可深着呢。妈，哦，妈。凌晨。这么多人呢，注意点。姐姐，我想玩。你想出去玩？嗯。哎，小俊啊，看来子妍很喜欢你朋友，看能不能麻烦你朋友带子妍去玩会儿。嗯，是啊，小月，子妍刚回国，总是闷闷不乐的，难得想玩一会儿。这要问问岑妍的意见。哦，月姐，我没意见的，我也特别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你叫宋子妍对不对？那我带你出去玩。好，走吧。那我就先出去了。去吧。我也去陪陪子妍。好。我也想出去玩。你可不能走，小韵都走了，你要再走了，谁陪我呀？这，哎，你就别走了，子妍有那么多人看着呢，没事儿啊。这是林一，是你大嫂，以后呀，咱们就是一家子。一会儿啊，你们女人之间就好好聊聊。林一呢，这不刚刚回家吗？你可得好好照顾他。嗯，我和韩征呢，还有华叔，就不陪你们了。行，你们大老爷们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你忙你的吧，这儿有我，不用担心了。感谢各位捧场来参加我们所家的家宴啊，倍感荣幸啊！这杯酒我就干了，祝各位玩的尽兴啊！姐姐，我想去游乐场玩。嗯，你想去哪里玩？我想去游乐场玩。既然我们子妍想去，那就去好不好啊？姐带你去玩好不好？好。那我先去地下车库开车，林姐。嗯，还是我去吧。子妍这么黏你，你要是去了，她多半会着急。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又不是不会开车，在这等着，我很快就回来。嗯。哎，哥哥这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吃瘪了吧？人家根本就不理你。你不说话，没有人拿你当人。你在床上跟我说话可不是这个态度。哦，你喜欢柳韵姐啊？都不知道到时候柳韵姐跟白曼婷，你选择谁啊？你今天话有点太多了。怎么？这是想要的？你放心，你想做什么，我都不理。少发骚，哥哥，你弄疼我了。那我们去地下车库看看韵姐吧。哎，你是谁？你怎么出现在我车上？那得要看看你最近都得罪了什么人了。藏好了吗，小宝贝儿？藏好了的话，我就要开始找你了。不好，是小韵的声音，小韵真的有危险，你们待这儿别动。啊，宋凌晨，你小心点儿。凌晨，快跑，有人要杀我。小韵，你别跑，有我在。来。想跑啊？有意思，还没有人能从我手中逃掉呢。我倒要看看你们，哦，你
能逃到哪里去呀、啊？好、啊，不是想跑吗？条条大路通罗马，请便。今天之前，我跟诸位没有什么过节吧？确实没有过节，不过我就是单纯的看你不顺眼，想揍你。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呀？啊？孙凌晨，孙凌晨，你在哪儿？孙凌晨，你怎么了？他们是谁啊？快跑！啊？快跑！跑、啊！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嗯。我不是让你们走了吗？你们又回来干什么呀？不是我不跑，是前面有人拦住了去路，想跑也跑不了。我不是让你们别动吗？你来找我干什么？小妍要是受了伤，我怎么能打？那你别凶嘛，我这不还是担心你啊？你与其现在生气，不如想想办法。怎么逃走啊？哎，干嘛呢？有完没完的？麻烦你们搞清楚状况。你们被我包围了，还有时间在这里打情骂俏？我们没有打情骂俏。管你们有没有打情骂俏！今天我在这，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凌晨，我怕。嗯，哥哥，我也好害怕。你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啊！别怕，有我在。我保护。喂，你要是算个爷们儿的话，就别为难两个女人，我们俩单挑吧。你想跟我单挑啊？你看啊，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有必要跟你单挑吗？只要我想，他们随随便便就能把你放走。然后嘛，这两个美人我就独享了，怎么样？你敢！你要是敢动他，拔了你的舌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英雄救美啊？你不是想跟我单挑吗？好啊，我答应你，我要当着他们两个的面把你狠狠地踩在脚底。那我要是赢了，你就放我们走。等你赢了再说啊。就这个时候，还想英雄救美啊？伤换伤，你打得过我吗？孙凌晨，没事吧？我没事。凌晨，你怎么样？要不我们给他钱算了，只要他别伤害你。这个不是钱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何而来。小妍，别害怕啊，有叔叔在。叔叔现在就要去打坏人，你呢，就不要担心了，好吗？去小妍姐姐身边。去吧。来这儿。你们想打他们的主意，先过我这关。可恶！被你抓到了，我看你还能装多久？给我飞了他！提前来，那我今天就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喂，喝点酒。这个手链。
这个手链不是当初我和陈泽海一起买的吗？他说他要送给他妹妹，难道眼前这个女人？喂，你磨磨唧唧的打不打了？糟了，找错人了。不过她好像是陈泽海的妹妹，陈泽海当初对我有接济之恩，这就难办了。这样，你要不然还是躲在我的后面，我和他们商量。可以的。等等，我以后再来找你们。看什么看？走。他们怎么突然都走了？小月，你之前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我最近才刚回来，不认识什么人。对对，我觉得这里不安全，你们得赶紧离开，我怕他们找什么帮手过来。我不是让你们待在上面吗？你们下来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关心我啊？你看，我现在没事，好好的嘛。少发骚，我只是担心子妍的安全。嗯，你只是我的一个下属，我干嘛要担心一个下属？我不管，你就是在关心。岑言还真是有趣。哎呀，好了，不说了。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吧，这个车库太危险了。对了，小月，你以后出门还是带一些保镖，这样才安全。好。哼，总不给我安排保镖。屁事。走吧，韵姐。喂，干什么呢？快点过来。哎，好，马上过来。汉州啊，你真打算将海外的企业迁回国？爸，这回我回来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我在国外发展遇到了点瓶颈，爸，我想在国内成立一个子公司啊。这个分公司啊，跟咱们盛世集团强相联合，我想这样一定会提升咱们宋家的影响力。这想法很不错呀。这样，我让宋凌晨全力配合你。哎呀，我老了，这将来的天下呀，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爸，谢谢您成全。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儿子，谢什么谢啊？走，去外面看看你母亲去。他可是许久都没看见你了，你这次回来要多陪陪他。走。好。宋伯父，不好了，我看见宋凌晨被人打了，身上还有血。你说什么？宋凌晨被人打了？他人在哪儿呢？伤得严不严重啊？什么？谁敢打我弟弟啊？我他妈废了他！宋凌晨被人打了，快去查查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欺负到我儿子头上了。不行，我得去医院看看。我看你怎么怎么样了。傅老母，我跟你一块去。我也去。没病，你就别去了，你身体本身就不好，让雅柔陪我去吧。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小春出事的。林毅啊，你也待在家里，你和曼迪一起照顾子妍，其他人跟我一起去医院。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胆，竟然敢动我儿子。给你带的水果，谢谢。阿姨和伯父走了。哎呀，我本来就没什么伤，一会儿就好了。你看，非要来医院，这下好了，我只能在这儿躺着，动都不敢动。阿姨和伯父啊，也是为了你好。再说了，宋家那么多人管理公司，不会有问题的。你呢？对了，小月，你真的不认识？你真的不认识？我在国外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国内更是没有。怎么又奇怪？国内那伙人突然就蹦出来了，后来莫名其妙的走了。哎，这样我去问问护士，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怎么样，好点没？哎呀，没什么事儿，小事儿。我本来就可以出院了，只是我家里人不让。这件事就好，你找我过来，是不是让我把那件事给救出来？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废了他。哎呀，回来！那件小事儿，我哥他会去处理。我今天找你来呢，有另外一件事。哎，你找人帮我去测试一下催眠的身手。催眠？测试他的身手？嗯。 哥，你没法烧啊！我让你去查，你就去查，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只要结果。哦，对了，测试归测试啊，别真伤了谁。行，我去办。不过宋总，这癖好还真大，一个电话自己的未婚妻，一个测试自己的情人，你这究竟要往哪处啊？不知道，我不说，我去安排。啊，对了，记得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我。 还有，我让你调查那个事儿，也得尽快。哥，你就放心吧，那件事很快就会有最新消息，至于测试的事儿，明天我就给你答案。哎，嘿，我走了，哥。哎，滚！我的个乖！ 原来是我认识那个弱女子成员吗？太彪悍了！老板，你让我们测试这姑娘实力，可是没让我们挨打呀。是啊，老板。是。你要打住，你们加钱好吧？记住了啊，今天这事儿一定不能泄露出去，否则的话，我们给你们这个东西，你们靠这个东西找到你们。 好的，老板，没事，我们得走，我们得走，别在这儿，放心吧，谢谢老板，走吧。我当谁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说嘛，这白曼婷找的人。 怎么可以这么差劲？目标已到，行动。你们认什么人啊？白曼婷派来的。注意着点，别真给人弄伤了。 谁看见了？我不知道，谁有人给我们钱，让我们测试测试你，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姑奶奶，求你饶了我吧，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可是法治社会啊，当然是犯法的。知道是法治，谁敢敢出来？呸！就你，别配讲，赶紧滚！ 慢点，否则别呛着了。说实话，什么事这么着急？哥，不能留，不能留！你看看陈毅有多厉害，四个人都进不了他的身。这个陈岩平日里太能装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竟然有那么厉害。宋凌晨，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把他给收服的？你的意思是，陈岩他会？ 这何止是会武功，根本就是武林高手。反正我面对四个小混混，我不是对手。哥，宋凌晨，还有一件事，今天我派的人对今天下毒时，他把他们误以为是白曼婷派来的人，我感觉他们之间肯定有秘密。
这我不知道，什么秘密？不知道，你还在这儿干嘛？还不赶紧去查！我让你查白曼婷的事，这得多久？得知道了，我去查。领导就是领导，他这学的功夫也不低。 宋凌晨让我调查的东西，总感觉不一般。这个白曼婷是不是也有些问题？哥哥，我来看你啦。今天有没有想我啊？怎么啦？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啊？ 住院了，还这么不懂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哥哥，你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会有事情瞒着你呢？我整个人都是哥哥。是吗？来，你看看这些照片。啊，照片怎么拍的那么丑啊？这么胖。 要是早知道你安排人偷拍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你看看这些照片，难道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啊？哦，你是不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哎呀，原来你一直瞒着我没空。 你平时柔柔弱弱的样子，说吧，你接近我到底是什么？我跟在哥哥身边，或者能有什么企图？怎么回事啊？ 哥哥，你都没问过我会不会武功，那我也这不算瞒着你啊！你想啊，我一个弱女子在福利院长大，我要是不学一点点功夫，那怎么保护我自己，对不对嘛？你确定？你没有？傻瓜哥哥，我瞒着你干什么呀？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在你面前那么强势吧？按你说，我要是在你面前给你来上一套降龙十八掌，你还能好好保护吗？ 无论你接近我什么目的，我都会想到你这儿。坏了，住院都这么不老实，孔都给我蹭掉了。你怎么？你果然在这里。 你叫陈岩对不对？我叫建一周，这个是我送给你的鲜花，花很香，是我用心搭配过。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劝你小子不要多管闲事啊，不然的话，我让你尝尝我沙包大的拳头。哎，你小子怎么这么眼熟啊？哦，地下室故事啊，还真是你啊！ 你这也太虚了，我就打了你一拳，就住院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来这里到底干什么？我劝你最后两分钟，这里可是医院，到处都有事情。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总感觉他认识我？你说什么呢？我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今天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岑岩的。嗯，岑岩 ，I like you。嗯，从我第一天见到你那天开始，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我的一生所爱，给个机会，我想追你。陈岩是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劝你现在立刻马上从哪儿去。你好啊，我可以给你个机会。嗯
哥，你看我也不是没人要，我也是有人追的。青言，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干什么？在我的面前吓唬我的女人？青言，你别闹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给我过来！只告诉你，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今儿这个事儿由不得你做，这是医院，不能当事。不过，不代表我不会反击。最好小心一点。陈岩，你今天要是走，就不要再回来。哥哥，我在呢，我会保护你的。你到底是谁啊？那天为什么出现在地下车库，而且还要伤害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会伤害你，相反，我会保护你的。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了解你，我刚才那么做只是为了谢谢你，很感谢你。来吧。有意思。云姐，你有事找我？大柔，我刚从国外回来，对于国内的事情呢，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啊，我想请你帮我调查一些资料。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云姐，你想要什么资料就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全部给你找到。我想请你帮我调查一下白曼婷和秦岩的资料。秦岩？调查白曼婷我能理解，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调查秦岩呢？白曼婷是从福利院出来的，秦岩也是，我怀疑他们之间有一些关联。可是秦岩是我们的好姐妹，我们调查她的过去不是能更好的关心她吗？嗯，白曼婷出轨的资料我有拷贝，同时我还怀疑宋阿姨的事案根本就不是白曼婷的。这资料交给我，我正在调查中。岑岩的事我回去就去调查，同时岑岩和白曼婷来自同一个福利院，具体的事儿我还得调查之后才知道。好，慢慢查，不要紧。可是看宋阿姨对白曼婷的态度，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韵姐，我一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儿，我亲自去查。云姐，那我就先走了。宋阿姨一直催着宋凌晨结婚，我得赶紧去查资料了。我们作为宋凌晨的发小，可不能看着他往火锅里跳。柔，你去调查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想要伤害我舒大小姐的人还没出生呢。你呀你，无论什么时候安全最重要。知道了，韵姐，放心了，走来。凌晨啊，从小到大的他一直对我不好，他一定是我的错，他一定是我的。喂，干什么呢？快点过来。哎，好，马上过来。江颖珠，他是冲着我来的，那么他一定是认识我的。但是，他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说喜欢我？那是我的作品，他怎么会有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不知道宋云晨看到我们江宇宙这么亲密，会不会调查江宇宙？如果能查出江宇宙跟樊麦婷有直接关系，那我就可以直接找到证据。这是宋云晨的脾气是？宋云晨躲在角落里面，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该不会我说的话全都听进去了吧？谁在那里？出来！不行，佳妍，发生什么事了？你这么急着找我过来？若曦，你知道我哥还有其他什么朋友吗？我最近遇到一个人，他说他是我哥的朋友，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更重要的，他好像是道上。泽海大哥还有不认识的朋友，他叫什么？好像叫江以周。没听说过，不过泽海大哥乐于助人，或许他真的对这钱也说不定。佳妍，你跟我说说，你跟这个江以周有什么交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就是突然跑出一个人，当着宋云晨的面说喜欢我，然后他又说是我哥的朋友。哎呦呦，这说明我们家爷魅力超凡，现在都有追求者明目张胆的横刀夺爱了。别给我打岔，跟你说正经事儿。他在正式跟我表白之前，他在地下车库围堵柳韵，但是我知道肯定是认错人了，真正想围堵的人其实是我，因为他走的时候他的口袋发出我的照片。唯独你，你没有受伤吧？我没事儿。是，没事就好。江颖周若唯独你，他会不会和白曼婷有关系？我需要你帮我调查。原来是你啊！你躲在女厕所干什么？真是个变态！难不成你躲在这是想偷窥啊？我又不是故意躲在这里的。再说了，这要是女卫生间，我要是正大光明的走进来才不对好呢。我来这儿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喜欢你，我想追你，我比那个宋凌晨强，我一定可以把你从他手上抢过来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肯定比那个宋凌晨强。我一拳就可以撂倒他。再说了，他不是有未婚妻吗？人家要结婚了，你们能有什么结果？你不懂，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情，至于结果吗？不重要。没错，我确实不懂。不过只要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一定能做到。比如你想找到证据，你想知道真相，只要你同意做我的女人，我可以帮你。什么真相？什么证据啊？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岑言，如果说我认识你哥哥，我是你哥的朋友，你还会对我心存戒心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属好奇，纯属好奇。略微爱好一点书法而已。院长，我来拿资料了，准备好了吗？韩晨，你也在这儿？舒雅柔，你也来取资料？不得了呀，不得了呀！你小子也该来疯了。莫非是宋凌晨家里？你这是怎么了？知道白曼婷有问题了？哪有？我只是来玩玩，没什么事儿。院长，还有人来，这有完没完了？这是最后一位。不认识。认不认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一起下黄泉。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白曼婷的人，快跑啊！还站着干什么？我们跑了你怎么办？别磨磨唧唧的，快跑啊！
一个也别想跑。你去帮我调查一个人，江允洲，我要他的全部资料。收到，这就去查。对了，白婉婷的消息有着落了，等会儿把资料发给你，你一定会大受震撼。资料的事情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老爷子自会去调查，他那边自然不会放心。好，先这样，我挂了。白婉婷是福利院出来的，岑岩也是福利院出来的，现在又出来一个江颖洲，也是福利院出来的。岑岩呀岑岩，你究竟要做什么？您是福利院院长，我是韩逸晨，咱们通过电话了，我来取资料。福利院长那么年轻，还那么漂亮。你要的资料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不过还有人没来。还有人来？谁啊？想必这一份的二文件资料，我直接把它抢走了。院长还爱写毛笔字，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属好奇。略微爱好一点书法而已。撞到我！我是站着，你不能撞上啊！好了，别说这名，别忘了，那个女杀手还在外面。哎，这是什么？白婉婷的资料。你快给我！这可是我抱着生命危险抢过来的。白曼婷是他的前女友。你别吵，你逗我看什么呢？不抢，你不告诉我那人有什么东西？白曼婷，她的前男友岑泽海，三年前死于肾脏衰竭，死亡时间和宋阿姨肾脏手术就差三天。这太巧合了吧！这也太震撼了，怪不得白曼婷会派杀手来杀人灭口。糟了，那个女杀手正在用锤子破开大门，要是让她发现我们，我们可就玩完了。那是什么？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用手机把求救信息发出去了，不过我能确定这个手机没有改。你求救都没有错，现在还没找到我，我再去找点白曼婷的资料。哎，你得注意安全。我们找资料是谁？算了，看到你们救过了一份人，我跟你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初你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不行，你叫我来做事儿，马上到。
喂，小月。喂，宋一晨，我好了，亚柔的电话打不通了，我怀疑他遇到了危险。小月，你先别着急啊，有没有可能亚柔现在在忙，他没有接到电话呀？不可能，我今天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他都没有接。啊，行，你先别着急啊，我一会儿也给他打电话试试，如果还是打不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找他。好，那你快点。海瑞不会不接电话了，我之前让他去找资料，他一定是去了福利院。对，亚柔一定在福利院等我去救他。我给韩医生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也不知道他在哪，但是手机上最后显示的位置是在福利院，亚柔也在福利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让亚柔去帮我调查一些资料，最后查到了福利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亚柔的电话也打不通。什么资料？嗯，我让你快去查个问题。白曼天是名字证明，连刚刚回来的刘静都对。宋云晨，我不是故意要调查你未婚妻的，我……行了，来不及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到福利院，希望雅茹他们几个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你说什么？你说岑岩开车出去了，而且样子很着急，去给我查，今天我必须知道他去哪了，赶紧背车去。快！该不会是那个女人开始对付岑岩了吧？陈岩，你可千万……救救我！陈岩，救救我！救救我！陈岩，救救我！有人吗？糟了，听见我的声音。你们就挣扎吧，你们是不会逃出我的手掌心的。喂，岑岩，你也在我必杀名单之中。你谁啊？我认识你。不错，有点实力。你到底是谁？岑岩，是你来了吗？是我。亚柔，亚柔，你在里面吗？是你吗？是我，是我，我在里面，我被困在里面了，快救我！亚柔，你别着急啊，我想办法救你出来啊。我朋友来救我们了，我们有救了！岑岩，我也在这里。岑岩，他们难道不知道岑岩是我叫来帮忙的吗？陈岩，你小心点，电梯上面有个杀手，实力很强。你又是什么？若曦，你也在里面，你等着，我很快就来救你，别害怕。不会陈岩就是你说的那个闺蜜，同时为了揭露白曼婷而加入盛世集团的陈佳妍？陈岩已经很努力地寻找证据了，他哥哥被割了肾的日子真的很煎熬。我早看那个白曼婷就不是什么好人，没想到他竟然骗取自己爱人的肾来换取自己的前途。宋云晨就是瞎了眼才遇到这种人。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找到证据，将罪恶之人都绳之以法，是不是韩医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们的。再说了，宋凌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定要迅速将面前之人解决，若曦他们在电梯里待得越久就越危险。喂，你看起来很能打啊，我跟你试试。不要！你偷袭了我！你不是很能打吗？可惜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啊！你怎么不跑了？千万跑不了了。
那就受死吧。我就要死了，还没有给哥哥讨回公道，我还没有把罪恶之人绳之以法，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傻呀！你用手挡，你不怕你手废了？我怕，我当然怕，但是我对这手比起你的命，你的命更重要。苏明晨，你就是个大笨蛋，你都要把我给蒙混了。该死，从来没有人能从我的手心里面逃走过。既然你们想一起死，那就受死吧！宋凌晨，宋凌晨，没有宋凌晨，没事吧？没有宋，不如此啊！你死吧！我看谁他妈敢动我的女人！岑言，你没事吧？没事。既然这样，就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路。哼，海外刺杀术啊！你这也不行，你练的不到家了。你连我一招都没有，就你这个技术，我当年十八岁初入江湖的时候，我就已经。大胆送我！快看看啊，这个美人儿，你现在的样子一点都不美。孙医生，今天就到这儿，谢谢了。你叫宋凌晨是吧？快点。走！我告诉你，陈岩是我的，以后离他远点。江宇宙，你胡说八道谁？你再跟我说一遍。放开！让你放开他！你就这点本事，拿什么保命？保命！我告诉你，今天是这次，你过我这关。没事吧，连城？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今天你真要做！奶奶，你个混蛋，你在干什么？我劝你，现在立刻带上你的人滚蛋！想让我滚蛋？那你得问他们。一帮废物！找死！谁他妈报的警啊？林岩，警察来了。孙子，记得。走，没事吧？你没事吧？你都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啊？啊！舒雅柔，你有病！果然不爱说自己没事。宋凌晨，刚刚太危险了，可吓死我了。宋凌晨。你看燕姐多关心你啊，还要表示表示。要不
我们还是先把受伤的人送去医院吧。我们先把陈岩送到医院吧。哎，对了，刚刚那个警笛声是谁报的警？这好像是我报的警。刚才在电梯里面没有信号，什么号码都拨了一遍。是谁报的警？这里发生什么事儿？我报的警。警官，那个人是杀手，刚才冒充福利院的院长，我举报，应该对他进行全面调查。行，除了伤员，其余人员全部回去跟我配合调查。哥哥，你怎么这么傻？你说你怎么就不顾危险过来救我呢？哎，我对你来说真没什么。哥哥，你说白曼婷的证据是被搜集到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她休了，然后娶我？我呀，可温柔。你哥受伤了，那哥哥喜欢吗？哥哥喜欢的话，我就不好使。怎么还没有消息？石初啊，真的是太冒失了，竟然拿真正的目的利用我。这要是成功了还好，要是失败，怎么会？怎么会这样？现在怎么了？都是岑妍这个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既然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成为你的女人吗？好，我答应你，不过帮我杀一个人，成功之后我就会像对你哥一样对你好。谁啊？是我的。你好，白婉婷女士，我们接到一起关于买凶杀人的案件，请您配合。我没有买凶杀人，我没有买凶杀人，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白婉婷女士，请不要紧张，请您配合调查。哎，怎么样了，婉婷？真的买凶杀人？那边已经证实了，白婉婷买凶杀人。哎，你别着急，别着急，来，你坐，说不定是人家弄错了呀。哎呦，我倒没事儿啊，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呀？你说曼婷这姑娘她多好呀，哎呀，又没人得罪她，她至于买凶杀人吗？她，哎呀，你呀就别瞎猜了啊，这事情啊，它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相信啊，这国家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爸，哎，柳家主他来咱们家了，快入寝，快，千万别怠慢了柳家主。快入寝，快，千万别怠慢了柳家主。不必了，刘老伯不请自来，还请勿怪啊。哎呀，哪里哪里，柳家主来到我们宋家，能让我们宋家是蓬荜生辉啊。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我也不绕圈子了。我今天上这儿来，就是为我的女儿讨一个公道。讨一个公道？这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对小玉还是挺好的呀。哎，我们宋家没人敢怠慢。那小玉，这次来，你行，走，来，我们谈开吧。脸上的和气呀。误会？怎么会是误会？白曼婷是不是你宋家的人？他买凶杀人这件事儿你会不知道？我女儿就是被这件事吓到的，现在在家提心吊胆，愁眉苦脸，这难道是误会？
除此之外，我还查到白曼婷给江永洲的多钱。这江永洲是谁？不行，不用我说太明白吧？丧家之犬。你是怀疑我儿子被打是因为白曼婷？我是说我家小玉被围堵和白曼婷有关。谁管你们家的臭小子？刘家主啊，咱就说完了。哎，您就说让我们宋家怎么做。这事儿很简单，我的要求嘛，让我的女儿做你们宋家的儿媳妇儿。做儿媳简单呐，做儿。我是很直通的话呀。啊，那个，刘家主。那您的意思真的要把小玉女送给什么？我柳峰的女儿配不上你们宋家吗？我柳家家大业大，你们宋家有什么？你们您看，柳家主您误会了。这个柳宋两家临结为连理，那是天大的好事。倒是小玉她这个属于下嫁，我们宋家有点高攀了。问题。啊，照您的意思是？那当然是这个亲连理和远亲连理了。连亲还能啊？对，是你们孙子。啊，不了。啊，今天来，小玉知道不知道？亲家，我就实话实跟你说了吧。我今天上这儿来，就是小玉的意思。女孩子啊，面子薄，还得咱们做长辈的出面碰碰，对不对？那。既然如此，这事儿咱们就定了。我回去给我女儿准备嫁妆，咱们找一个好日子，让他们把婚早结了，我也了一个心事嘛。啊，走了。哎，我送送你。留步留步，慢走啊。哥哥，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肝，我全部都给你。你会娶我吗？娶啊，为什么不娶啊？那万一伯父伯母不同意怎么办？他们让你娶别的女儿，你也会娶吗？当然会娶啊，我总不能不娶。宋凌晨，你要娶了别人我怎么办？那你到时候……哎呀，你就放心吧，我逗你的，我不会娶别人的，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到时候真的娶了别人，你就来我的婚礼抢我，我一定不会走。讨厌。你不想娶我，还去你婚礼干什么？很过分，你过分！丢死宋凌晨，大白天能不能正经点啊？哎，我是雅柔，你能不能少管一点我的事啊？我觉得你就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不然没事总往我们这儿跑。宋凌晨，你以为我想管你这些破事儿？算了。哎，宋凌晨。你知道吗？伯父伯母又给你找了门亲事，你最好打电话自己回家问问。你说什么？哥哥，伯父伯母又给你安排了一门亲事。哎呀，我也不知道，有可能雅柔她是骗我的。哎呀，我现在也不太确定。我觉得雅柔不像说谎的人。你要不回去看看？你等我，我答应你，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嗯。白曼婷已经得到了惩罚，哥哥，我替你讨回了公道。可是，我好像真的爱上宋凌晨了，该怎么办？妈。什么情况？这是给你准备的，这回妈呀给你找，肯定喜欢。这是个好事啊，我赞成。哎呀，我的好弟弟呀，他呀肯定喜欢。妈，我是努力的事情，而且你有喜欢的人了，对吧？妈，您怎么知道？我呀，
给你找的这个女人啊，就是你喜欢的。你坐呀，你站着干嘛呀？你是不是太开心，惊讶到了啊？真的，真的啊？这不声不响的就把柳家的独女给追到手了？哎呦，有你老爸当年的风范呐！林晨呐、啊，你可知道人家柳家的企业可是跟国家合作的，日后你要是当了柳家的女婿啊，那咱们宋家那肯定升一个档次啊！我娶女婿是怎么可能？妈，我要娶柳韵，他会同意吗？他知道这事儿吗？放心吧，柳韵那边完全同意。要不说你这小子厉害呢啊，竟然把柳韵都追到手了，怪不得咱们那会催他两天满地金，他就是不同意，留着这手呢。别提那个女人，你在丢人。你想到这个女人，在人前是人畜无害的样子，背地里她竟然……爸，妈，嗯，小小气儿，这人呢，总是会变。之前他对我们家也挺好，那不还救我妈一命？林晨，你这还没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娶小韵，大家伙可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妈，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他叫……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啊。哎呦！你早知道不让夫人操心了呀，宋凌晨呐、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表音不好吗？柳家的独女啊，而且还一人创立了华裕药业集团，缺大呀！还有人能帮你打理公司，能轻松多少？哎，凌姨。快给你妈揉揉，快去快去啊！凌晨，你以前你不是挺喜欢柳韵吗？啊，怎么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啊，你摸着你良心跟你哥说，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他吗？啊，宋凌晨啊，我话给你放在这儿，这小韵呢，你不娶也得娶，婚事我都替你答应下了。你现在悔婚，别说你自己能不能丢起这个脸，我宋家丢不起这个人。妈，我扶你回屋休息吧。韩州跟凌晨好好聊聊。哎呀，哥，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到底谁结婚的？这重要吗？啊？比起咱们宋家的生死大事儿，这重要吗？你娶谁重要吗？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好。我跟你说说啊，柳韵两次在咱们宋家是不是差点遇害啊？那幕后黑手谁呀？不就是白曼婷吗？这个白曼婷买凶雇凶杀人，对吧？你可别忘了，她可是你的前未婚妻，人家柳家主过来质问质问怎么了，这不理所应当吗？凌晨，有些事儿有些错，你不能全怪在妈的头上，是不是？你看，妈那么大岁数啊，身体还不好，你说你怎么就不能放过她呢？再者说，人家李家企业的事，能让咱们宋家平步青云？行了，哥，我知道，你要自己，你好好想想。三爷，还是跟我吧。那个宋凌晨他有什么好的？你不过是利用他而已，怎么能当真呢？是是是，我是从头到尾的傻子，我溜得开心。你有情调，你幽默，行了吧？哇，这宋凌晨平时老是一副光头大叔的样子，可冷。你在干什么？不是，你刚才说的话你别当真啊。我不是真心的，你用公子解释。子言，
我刚刚在门口都停了，我现在也看到了。解释。陈岩，太让我失望了。苏林克，我求你，你故意的。我故意的吗？难道你刚才说的不是心里话？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们呢？对，我刚才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也只是发发牢骚，我没有不爱他。我无所谓啊，反正宋凌晨不在这里，他也听不见，本来就是一个被逼婚的人，左右摇摆，现在你这么一推，江一舟，你给我滚！滚就滚！哦，你早晚都得是我的。今天来参加会议人真多，真热闹。怎么样？这派上够大吧？但是啊，主要是借着柳家的光。哎，不过你也不用着急，等咱们家凌晨那个臭小子跟柳韵结婚之后啊，看着吧，咱们宋家也这么大排上。那这大喜的日子，你不跟我碰一个？必须碰一个！哎，嗯，你坐着啊，我招待贵宾去。这是我们的大日子，宋凌晨竟然要结婚了，这不好吗？不好。我喜欢宋凌晨，鬼知道他这么早就结婚了，而且宋凌晨好像喜欢的是陈岩，但是结婚的是柳韵，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到底该帮谁呢？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宋凌晨娶我吧，要不然我嫁给他也行。喂，醒醒，你干嘛呢？你呀、啊、也该嫁人了，赶紧找个富二代嫁了吧。你说沈若曦会不会参加今天的婚礼？他来了，他真的来了！难道韩晨也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儿？难道他是来抢婚的？我不同意。我记得之前有人跟我说过，如果他跟别人结婚，只要我来，他就会跟我走。这句话他做什么？陈小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等到婚礼结束再说好，现在请你离开这里。宋凌晨，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我的所有，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想问问你，这句话还做不做数？保安，麻烦把陈小姐请出去。哥哥，还做数？玉姐，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但是对不起，我真的很爱宋凌晨，我爱他，可能爱过我自己，所以对不起啊，我这一次真的不能把他让给你，对不起。等等，宋凌晨。我叫住你，不是为了想挽留你。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祝福你。当然不可能来，要是他来了，哎。要是沈若曦来了，岑岩是不是也会来？岑岩，
他来不好吗？大家都是朋友。他可不能来。欢迎大家来参加宋凌晨的婚礼，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入场。哦，柳韵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或是疾病，都爱他，关心他，尊重他，接纳他，至死不渝，直至生命的尽头。总算是嫁出去了，高兴，应该高兴。宋凌晨先生，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的这位女士？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健康或是疾病，关爱他，尊重他，接纳他，至死不渝，直至生命的尽头。我不同意。天哪，真的来了。我的个乖乖，这就抢婚成功了，小说都不敢那么写吧。韵姐才是最美的新娘，那么优秀。这你们宋家在搞什么？是在打我的脸，打我柳家的脸吗？这婚礼现场新郎让别人给弄好了，你们搞的什么婚礼？哎，亲家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啊。你等着啊，等着臭小子回来吧，看我怎么收拾他。别亲家亲家的叫了，婚都没结成算什么亲家？你家那混小子我们是不敢要了，我家小玉又不是非嫁给你们宋家。姑娘别难过，爸再给你找个好更优秀的，咱又不差，又不是找不到，对吧？小玉，我们宋家对不住你。你别在那假惺惺的。好一个宋家，我记住你，你们给我等着，以我柳家的实力我想要灭了。别为难宋伯父伯母了，这是我的选择，我们回家。好，好，都听我宝贝女儿的，咱们回家。宋凌晨，你会不会怪我还没把你的婚礼搞砸了？幸好你来了，不然的话我想我会后悔一辈子。岑言，我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你那么勇敢，真的会来抢。疼吗？不疼。不疼才怪，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今天差点就失去我了。为什么会在一起？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混蛋，会不会开车？你没事吧？不行，我腿好疼。别，大概疼。来，我背你去医院。嗯，走。哥哥，你真好，真希望一辈子都让你这么棒。你可别胡说啊！你是不是腿很疼啊？前面有一家医院，我帮你抱过去。嗯。不信拆不散你们。怎么了？前面那个医生一直盯着我看，好像认识我。你快得了吧，随便一个人走在路上你都说认识你，我看你就是抱个动物，趁机找借口。是吗？你信不信我一口气都把你抱到医院去啊？这个是谁？严医生当中透露杀气，他绝对杀过人。你呀、啊。
这是怎么？刚在婚礼上，陈爷不还好好的？不该问的就别问。哦，对了，我走之后那婚礼现场怎么样了？哥，这事你就问我可能对了。我跟你们说，哥，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主要是配合大嫂，大嫂那可是。哥，那我还是不说了吧。现在说这些，我感觉太别扭了。没事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跟宋凌晨都不是外人。得嘞，大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跟你们说，我最难忘的还得是宋哥说不出话的那段，那表情，那动作，没完了是吧？哥，我这不想让你开心点吗？韩逸晨，你家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没事吧？我听韩逸晨说你在医院，你又受伤了。哥，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当年我没有受伤啊。雅柔，我的腿受伤了。宋一晨他没事，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没事啊？嗯。你没事，让你小怪来干什么呀？害得我急匆匆跑过来。哎，韩一晨怎么走那么快？糟了，韩一晨那个家伙，他肯定把这件事情不只是通知了雅柔。他还通知了柳月，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小孩。去吧，你去看看玉姐吧。我知道你想去，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会做的。丫头，坐。雅柔，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喜欢宋家。不，我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因为雅柔，你那是不是喝了很多酒？你这个脸红扑扑。小月，小月，你等等。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小月，对不起啊，我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哪有什么对不起的事？爱就是爱，哪有什么对不对的事儿。你可是个男子汉，怎么还没有我的事儿？好了，云晨，晨晨受了伤，他现在需要你。我来，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你没受伤就好。我走进来了。好。那我先走了，你保重。미치게만들어네가나로게만들어네가가와야婚礼他都来了。陈冠希，你怎么来了？冠希，冠希在哪儿？韩逸晨，你可以为了泡妹，连我都……你知道你把我坑有多惨吗？小韵红，我刚从婚礼逃出来。冠希，这招对我不好使。你们在干什么？宋凌晨，你不是受伤了吗？这怎么？你看是哪里受伤了？啊，没事，陈岩受伤了，我送他来医院了。你说什么？陈岩受伤了？他在哪？是哪个房间？出来，下楼。小宋凌晨，你可得感谢兄弟我，要不然的话，你这辈子还有机会看到刘毅吗？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用活痛快吗？哎，不对呀，我应该找若曦去。为什么咱也不喜欢我？哪里比不上他？从小到大，不是不喜欢，院长不喜欢我，所有人都欺负。
不愿意给我，我就自己拿。你要是拿不到，我就毁了他。谁他妈让你进来的？大哥，消息查到了，他们在三楼402房间。还是这里安静了，可惜韩曼婷进去了，不然等我先把陈岩杀了之后再说。韩曼婷虽然进去了，这还能出来？大哥呀，哈哈哈，大哥，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会好好享用你的一切。杀岑岩吗？我是要杀岑岩吗？可是白曼婷喜欢的不是宋凌晨吗？我是要杀岑岩啊，还是杀宋凌晨啊？爸，爸，那柳家没对我们家下手啊？啊，柳家现在都一切都风平浪静的。爸，你说是不是小韵替我们求情了？我想啊，这柳家还会不会对我们下手啊？我这心……海东啊，这今天发生的事情可不同往日。宋家悔婚，丢了颜面，损失不小吧？可柳家的损失更大呀。他们势力复杂，这动一动，他牵扯的利益不可估量。柳家现在没有对我们下手，代表有后悔啊！爸，那我们该怎么做呀？啊，柳家我们现在已经得罪了，那个臭小子现在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爸，万一呀、啊，万一那个柳家给我们下手了怎么办？我们要保重。腾龙快递的创始人江永秋，他明面上是一个企业家，他暗地里是一个黑暗势力的头目。当初围堵你弟弟的就是他。对了，前段时间让你搜集的证据可以移交给司法部门了，这就是我们宋家的交代。爸，你妈正在气头上，谁也不见。六子，想想办法把弟弟叫来。让他回来啊，事情会更糟。咱就先这样吧。待会儿啊，我就安慰安慰你母亲。这费了宋凌晨的婚事，他是费了不少心思啊。现在黄了，你说他心里好受才怪呀、啊。这样，你呢？先去把江映洲的事情给处理好，然后再去看看柳家的态度。去吧。好。哎呀，宋凌晨，宋凌晨呐、啊，竟给你爹出难题呀、啊！好腿法，招招跟我要害，够不要脸的。好刀法，可惜了。如果你要是好好当一个医生的话，一定是一代医圣。医圣，好啊，今天就给你治治脑子。那得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给我治脑子了。医院也太干净了，连个趁手的兵器都没有。你这也不行啊！没有那把刀，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能挨住你几脚，你能挨住我一刀吗？一把破刀就想吓唬我？老彪，
我管你是保镖还是医生，没有人能阻挡我杀宋凌晨。等等，你是来杀宋凌晨的？我也是来杀他的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装呢？你不就是一个想保护他的医生吗？我们之前见过他。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司机。我也是来杀宋凌晨的，我不是来救人的。装？还装什么？吃饭。到底藏了多少武器？你管不着。我告诉你，刚才我确实受了伤，只要我突然停手，我受的是伤，丢的是命。哈哈。我也是来杀死你，你我本无怨，所以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接着，伤包扎好，一会儿咱们一起进房子。江一舟，你太迷失自我了。江一舟，你是江一舟，你怎么能被别人控制呢？尤其还是一个女人。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人能拦住我。就凭你一把破刀想拦住我，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刀影，还是我的命影。一刀还扛得住，想杀我？虽然我能强忍疼痛，我也不是傻子，不会让你击中要害的。我告诉你，借助外力，始终是下下之局。只有自身强大，才是重中之重。就是保镖，你知道吗？疯子，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人呢？混蛋，居然被他们给跑了！我一定要杀他们！被子还是热的，人还没走远，注意！门打不开，让我来，起开！你怎么把门给关了？赶紧给我打开！我要重新弄死你！赶紧把门整开，现在追还来得及。往退。你给我把大爷随便手照顾，赶紧给我放下来！你放下，别动，给我牢着。凭什么抓我？江永洲，你被捕了。江永洲，腾龙集团创始人，黑暗势力头目。腾龙集团已被查封，你现在属于在逃人员。犯罪？我没有犯罪，凭什么抓我呀？带走。
洛西，你别走那么快，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说的？我和你又不是不熟。我。好了，我给你这机会，你有什么想说的，那你就说吧。好。罗西，我想跟你说，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我是不想我们像韵姐一样，心里爱着却跟你在一起，最后留下了遗憾。嗯，我们这算是表白吗？这肯定是表白啊。那你这是空着手表白？当然不是啊，若曦，你好可爱呀、啊！你来追我，追上我就告诉你。韩一晨，你回来。一晨，这次多亏你和江东风报信，我们才能顺利躲避暗杀。要不然的话，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这一次多亏了一晨。既然如此的话，那以前的事情我就既往不咎了。其实我这也是碰巧发现的。你这可没有说实话，岑言，这次发现江隐州他们的阴谋可是有我的功劳呢，是不是啊，雨辰？对对对，这主要还是因为若曦，如果不是她，我根本发现不了，更别说能及时撤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还是你们大哥。嘘。一个保镖啊，值得吗？这个疯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保镖，我管你是保镖还是医生，没有人能阻挡我杀宋凌晨。等等，不好，有人来杀宋凌晨，我们也得把宋凌晨给躲起来。宋凌晨他究竟干了什么？江隐州为什么要杀他？那个医生是什么鬼？不知道，这些应该交给江东风去调查，我们得带他们离开。还有岑言，岑言可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了。嗯。宋凌晨，你去修楼梯口，他们马上就要上来了。那怎么办？我们只有越过楼梯口才能使用电梯，但是他们从哪个楼梯口上来，我都不确定。宋凌晨，你快帮我下来！我在这。我怎么可能放你下来？医生说了，你是要进来的。你放心吧，我不在，不会有人上来的。嗯宋凌晨，你这是？他们要杀我，肯定知道我们在哪个地方。虽然六腿又受伤了，我要把他安置在这个地方。安置在这个房间，可是这里这么近，他们肯定很快就会上来，还是不安全。放心吧，先报警，事情交给我。宋凌晨，你能不能别走？我真的很怕。就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的。陈岩。让他们去吧，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回来。你就安心等我回来吧。来个新箱吗？什么事儿啊？急急躁躁的。你醒了？嗯。什么事儿啊？苏哥，有人要杀你，快点走。要杀我？就是那个江隐州，还有一个医生，样子很像给宋凌晨妈妈做手术的那个。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江隐州不可能杀人啊。怎么误会？因爱生恨不行吗？而且那个医生还和白曼婷有关系，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要杀你们。我们先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先走。我不会让岑言有危险的，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现在他们到哪了？已经到了二楼。这样，你们俩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快去。快去啊！还好，他们好像还没到。
是给朋友发的。你去把房间的灯关了。真的开了，在房间里面关不掉。你不知道去拉闸呀？快去！明白，这就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好卷啊！好在大家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一切吧，就像做梦一样。唉，真的好神奇。喂。嗯。镜子。知道答案。Thank you.